行过到好命也是散，只求平安，身体用拼头一站，心情着放乎轻松，做人爱乐空房话，又个是咱黄昏约会时间到啊！哈，又着阿素英、金红、秀珍，给咱带来这首歌曲《秋风落叶声》，邀请朋友共同欣赏哦。过来抱个声，你到位，谢谢宝清。谢谢哇，咱的出头阿姐起来，谢谢你。又是秋风吹落叶声，秋叶满山遍。你为将来流浪在外，身体就爱保养行。秋风凉意，霜风寒冷，阮拢上疼是心爱的人，孝心来变卦，着爱的记忆，唔通放我我。等你早日回来做伴。谢谢秀英、出头阿姐、咱的秀端、碧子妈妈、八二九的新朋友、葡萄好姐妹、宝清、秀英、连美玲，谢谢，拢有收到咱的新朋友，跑来听拢有起来。又是思乡三更暝半，日打伴孤单。你是我的温暖可欢，为你吃苦无算啥。期待早日成就回来，甲阮惜命命。坚持爱你的心肝，你敢会知影？着爱的记忆，唔通结散散。咱的幸福当藏伫遮。碧子妈妈、贤哥阿姐、苏娇姐、淑仪好姐妹，谢谢。咱的宝金出头人啊，一吹落哦，明贵大哥、阿九妈妈、杨妈妈，谢谢美玲姐、婉容，谢谢。一春好姐妹森哥，谢谢。来出头阿姐，搁起来，坐标阿姐买起来，医院谢谢你，东郊阿姐。又是秋风吹落叶声。秋叶满山遍，你为将来流浪在外，身体就爱保养行。秋风凉意，霜风寒冷，阮拢唔惊寒。上惊是心爱的人，孝心来变卦，着爱的记忆，唔通放我我。等你早日回来做伴。
太婆先。金兰姐啊，所点的歌哦，希望你收到啊，哈，谢谢。来，闽南省空忙话。来啊，搁见面喽！哎，一礼拜一届啦吼，每星期日吼，咱这好朋友吼，包括咱这始终搁在兼话贴的，拢逐工甲咱设定，逐礼拜甲咱设定啦。咱的每礼拜日的下午六点到八点，也都是黄昏的时刻，也是咱黄昏约会的时阵啦哈。哟哟哟，一礼拜咱一届设定哈，安尼是上久还是上紧？差不多啦，差不多哦。差不多意思是呢。安尼哦，我爸阿爸也无介久，阿妈无介短。哦，安尼哦。嗯。不过我感觉这个名数有较无正常呢，人拢是一个月来一届，阿无就安怎呢？安怎啦？你来真欢喜。你一个月来一届，就是来领薪水。我知啦，你这个做敏感的你。啊哈哈，是你敏感。来领薪水啊！你这少年人哦，拢无白想。哎呦，这种的，这唔知是伊敏感啊，我敏感，你来看嘛。一个月一届的固定，这自开工以来就安尼啊。啊，都拄只，咱的都落班的啊，优秀啊，轩轩嘛咧讲，讲老师，你一礼拜来一届，伤久，叫你逐工来啊。讲到这一礼拜一届哦，较早的电视是拢一礼拜一届，较早的电视敢台视的孙啊。嗯。迄个时阵啊，节目拢是一礼拜一届。嗯，对啊，对啊。咱好比你唔知印象无，包括连续剧嘛同款，拢一礼拜一届。啊，我较早台视吼，连续剧是每礼拜一。嗯。一礼拜一届。嗯。也那是综艺节目，拢每礼拜一。哦，礼拜六啊，周末到。报道歌声，好，我那个记一个。你也知？我电台咧主持，我的名声叫做报道歌声。我即马是咧讲台视啦，唔是咧讲迄啦。好，我即马你来咧讲报道歌声，你是我专利呢。较早的综艺节目礼拜四啊台视吼，一礼拜一届尔，逐礼拜都几台去讲。好，我捌看过上个文英、黄西田，唱小姐单声人迄时阵讲。黄西田。哈，民国都五十七八年啊，迄时阵啊。是。一礼拜一届，吼、哦、对，包括咱这宝贵的节目啊，嘛同款一礼拜一届。对啦，咱的老师咧讲安尼，有影以早干那台视的，尾下再搁有中视的，尾下再搁有华视的。以早的电视中昼甲暗时才会当看新闻尔，无法度讲吼，你是做几工的？啊，大家看新闻看较会晏，所以爱看咱省心电视台这节目轻松个快乐。节目卖这个做这个新闻，新闻的台足济啊。哈，你包括台视、中视、华视嘛，拢有咧新闻台啊。嗯，啊，即马足济啊啦，即马电视啊，报甲无所知，无所不知报啦。啊，拢重复、重复、重复。报迄个古文，古文搁提起来报。火车因兜咧创啥啦？你遐食泡面也报啦。啊，都乌一寡八卦。无所不知报啦。哈，看甲野啦啦啦。好，安尼啊。啊，所以好朋友即马拢看咱听。咱唱歌就是安尼啊。对啊，对咱人类呐无好诶，即个新闻吼，还是资讯，咱是尽量无讲啦。无啦，你若讲讲看咱听歌，毋则轻松快乐。对啦，你若有关的讲，咱就需要了解吼，就爱报。啊，迄什么歌星因兜诶，你办离婚啦吼，啊，你创啥报报这个，甲咱都无相干呐。对啦，迄因兜诶代志，甲咱无关系啊。嘿啦，去用放晒啦，是安怎？你甲咱都无相干，报报都无意思啊。安尼啊，咱来讲甲咱有关系。对啦。来，咱来先来感谢拄只辛苦两点钟带来精彩，满满恁拢有看吼，啊优秀。这甲咱有相干。啊，对对。哦，讲好哦，优秀诶！啊，甲萱萱，萱萱，两个都在现场，都在落现场，到办公室继续甲你做服务。伫咧办公啊！是是是，所以讲咱好朋友，你若有需要，阮诶办公人员，甲你做线卡即个服务，电话啦、卡通，拄则讲身体着健康吼，赶紧诶，免聊诶哦。唔免付电话钱的，无聊啦，无聊免线的啦，唔是免聊的啦，哦，免付聊的，无聊的免线的哈，免钱的啦，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五哈，好，这线甲抄起来要用到有啊，是是是，电话甲卡通服务都通，服务脑通，你的身体就一定健康，给你做恭喜哈，好来啊，看咱的节目，让你轻松兼快乐，所以讲咱电视前的爸爸妈妈，你若咧无闲，健康若咧上，都是即嘛，金凤啊甲阿英咧甲你念，电视赶紧九十四台甲切落看好嘿，好来阿英介绍今天三只的哈，水水。这个衫裤有没有漂亮？有水，有水，哈！大礼拜都做做水，好安尼哦，大礼拜都做水哦。啊，这都美美的，免讲嘛水，美美衫，互咱穿水水来，看一下，站起来，是算短版的吼，但是短版的爱用来扭了嘛是长长长，吼，哎呀，啊算讲唔是介长的，扭来是安尼生，来后面也是这样，扭来嘛是安尼生，蛮好看的。啊，我拢时间都是一个扭起来。吼、哦，把它拉一下下，安尼较直一点，安尼较水。对啊。哦，真正是 L 的。那伊的这衫呢，才两层咯。这个胸口很特别哦。哎，这是 V 字型的，才有金金的哦，水水水的哦，蛮好看的哦。哈，啊，才有一个这卡式这个物件哈，也有这个束袖带，
但是伊只足大版嘞，所以袂讲介暗，啊，这个塑真水，吼，啊，愈大呢，当然就愈灵，吼，伊只拢罗勒咪呢，你有看无？罗勒咪啊，吼，啊，够有心嘞，你有看吼，蛮好看的，来，有兴趣的。咱的老师今天顺便做介绍，再打电话去问。去问啊，清洁店嘛，同款咱美美护士公司嘛，甲咱提供的哈。啊，你唔爱徛徛坐一个干咩？我唔免徛的啊。你免徛徛坐一个凳遐。系啦，你大家拢看有啊。哦，大家拢看有啊，遐。啊，后壁头前拢一样就对啦哈。美美护士赞助提供，来有兴趣的，我那同款，你打电话去，啊，那唔知啊，卡去问。0800255355哈。好，谢谢你。啊，嘛爱感谢着咱的这个金凤的老师呢。伊讲叫我袂使甲叫老师，我讲伫电视前我嘛爱甲你称呼老师，无无礼貌。人客抗议讲，阿英你对老师无礼貌。不是啦，因为我这咱讲实在话啦，甲咱这好朋友都打接地气啊，我嘛讲实在的啦。对啊，轮背熟。实际上我嘛唔是啥物老师啦，啊都大家拢叫我老师，我嘛唔知。食老都较输。好，原来就是安尼啦。系啦，食老拢较输啦。系啦，现今安尼。啊，都会讲我讲讲。如祖亲就是顶个老啊啦。但是你讲安尼是看啥物角度啦？好，看啥角度？如果啦吼，如果啦，这个人要重视伊的才华。我问你，你要爱有经验的，要爱有实力的。对啦，对啦。你讲这话哪有道理？对啊，爱变少，少年要有经验。对啦。咱年纪较侪人，就是经验累积起来，唔只有年纪。系啊，少年的是也无经验。但是这作现实的问题啦，因为咱这媒体物件吼，就是讲究。对。好、哦，你就知影。没啦，咱电视前的爸爸妈妈未去嫌啦。无啦，无啦，不是啦，我是讲，我是讲现实的时候就是安尼啦，这媒体就是安尼啊。是你无可能。咱记录下阿姨在阿里唱。对啦，但是唱啊，咱讲实在的啦，真本真料啊，无啥当唱好唱啊。我哋大多伫遐咧讲，甲朋友咧讲，咱台湾的歌厅无半间啊，啊是咱认真工作闹开的。真正呀，你要唱，你都无舞台通唱，要去倒唱？对，真正你若准讲吼，你叫小的都较叫嘛，伊是十个尔，嘿，你若二十个来这尔嘛，嘿啦，艺人若无舞台好表的，你摆二十二十名来有困难呐。所以定讲一句话，讲做歌星三字无前途，就是咧讲安尼啊，真正呀。所以你怎啊飞檐跳蚤？哼啊，本来就是，因为你无舞台通去唱嘛，安尼吼，你无当发挥嘛，你要赚啥物钱？只有等下底食泡面啊。哦，我过来朋友拢做歌星，做啊拢。拢食泡面啊！安尼哦，因为我看你阿里妈线呐。哦，我看你无要紧啦，开较少的就好啦。咱食食。啊，你做现实的，你无钱你就惊无路啊。有啦，未使讲无钱就惊无路。有钱走遍天啊，无钱是寸步难行呢。你讲安尼是问题，但是伤悲观。我的感觉是讲安那，你只要能带着健康的身体。这行无通啊谈，来做别行嘛。你只要轻叮当，你只要你的脑底无老化，你只要卡手都方便，你拢会使赚钱。就是你要赚侪赚少，啊，你有着少，就个会积少成多啊。你唔通讲我做歌星，我做出名的，你今嘛身段放不下啊。今日叫你换来创啥，你唔做啊，都当然无得赚啦。哦，你若像讲阿英今日无头路，你讲叫我来做主持啊，还是咧讲带囡仔创，我嘛是会做。为着咱若要生存啊，爱赚钱啊，想尽办法啦、啊。只要爱留健康的身体就有影。对啊，这是讲的基本、哦。对啊，你无健康的身体，啥物都免讲啦。拄则咧讲有钱就无，有就讲话大声，行有路；无钱就行无路，无影。无钱嘛是行有路。无啦，无钱真正行无路啦。你有哪，你有哪甲想啦？啊，家己去找路啦，爱家己去找啦。啊，本地就是安尼，有钱就走偏天啦，无钱本地就寸步难行啊，这是实在话啊。我那干嘛？你婆婆，你要开车，你都无钱通加油，你要哪走倒去啦？我无钱啦。你上高速都爱钱啊呢？上高速去都爱钱啊呢？讲安容易啊？真正无钱，真正寸步难行啦。但是啦，无钱人未去买车啦。无，咱这是咧比例，你无钱，根本你行无路啦。讲实在啦，老师讲这有较悲观啦。这是实在话啦。实在讲者嘛，有影是。当然，这就像你讲，讲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甲看啦。对。啊，这是根本的道理啦。你有钱就走遍天下，你要去美国，明仔载要德国买西啊。对啦。但是你无钱，你就袂动啊。来，你讲着安尼，我就是看到新闻咧。嗯。一个姓王的某某是毋足好个啊。嗯。伊拄着钱个咧，但是呢，伊要看囝袂着，要看孙嘛袂着。安尼讲好，这要看什么角度，都才讲，讲看什么角度啦。对啦，对，所以蛮最上界基本的，就是这句你来记嘞。有钱绝对吼走遍天啊。对。啊，你无钱绝对无绝对寸步难行，这一定的道理。一定的道理。你有哪个想看有影无影？好，总共一句，我两个在这卖讲咧变啦，就是拢劝咱身体爱顾健康。对啦，对啦。有健康，啥物拢总好；无健康，你个啥物嘛拢无好。哦，所以讲希望咱第二阵的爸爸妈妈健康的身体够好啊！哈，好，谢谢你。我朋友要跟咱开讲破头，有呢有呢，都开哈，开起来哈。哎呦，个班长来现场的，551305办。清晰的哈。好，551305办加一个。空哦。好，来，咱的班长阿母啊，你阿母你好。你阿母你好。
你阿母啊，我一直来哦。哦，你家里家咯，我一直来哦。嘿，你阿母头像头像啊，哎呦，阿红来狂忙哇，狂忙哇。啊啊，英诶，晚安。好，晚安。嗯，好，我一定听你的话，嘿对。晚安，你也听好啊。有啦，我知啦，嘿，这东西生前爱换啦，嘿。哈，阿母啊，拢甲咱夹吧，袂歹，袂歹啦，甭换，甭换啦。哦，我若要换，胖二十年前就好换。好安尼。换你年啊，这么换，较袂富啊哈。二十年前就爱换。安尼年。嗯，卖啦卖啦卖啦，卖啦卖啦。我来不一定会下伊啦哈，对吧哈？系啊。啊，甲正个是啊，这正。对啦，你也对啦，嗯。哎，卖葡萄刀啊，你换什么红？无啦，我拄则讲个，就是拢家己心里拢过好，拢啥物拢好啦。啊，那现在不健康，动就唔好啦，吼，咁是安尼讲，嘿呀，是啊。我做规章好。吼，安尼样。对啦，对啦。你像讲，咱的心情好，就甲唱歌听老师唱歌，哎，咱就对咧唱，吼，嘿呀。阿妹哦。嗨嗨嗨。阿妹哦。笑笑。哦，你安尼，我啊看你安尼春风，满面春风。哎呦，你也知，伊即马春一地啊呢。拢秋风嘞，即马拢秋风吹落。我看得欢欢喜嘞。即马秋风落又声啦，啊袂咧啦，啊袂秋天咧啦，系啦，啊身体爱顾顾，有啦，啊你讲身体爱用头自然，你爱挂，啊身体用听是爱，不，做人爱做人爱乐观，对啦，身体用听是第一站啦，对对对，所以讲来讲去嘛是身体爱健康啦，这重点，看咱星星电视台，就是拢要咱健康的身体，个心情轻松兼快乐的，嘿啦，对对对。就是安尼，哎呀，各项代志拢想会开的啦，哼。啊，下阵安尼啊，红诶，你啊，过节啊，拢无啊吼？哎，对对对，你敢问看？即阵要办啥物？拢办了，拢办了。办了啊！哎啦，即阵要拆迁啊！你无去到办呢？你无去办呢啦？哎呀，即阵无拆迁哦。无啦，拢收了啦。你也无叫我办到啊？啊，你啊，一路遐远袂好啦，袂好啦。我都啊。等你看咧，慢来啊，结果也无。啊，去夹去搞嘛，歹去啊。啊，那等下老手烂。安尼啊，都边迄落青菜买就有啊啦。去水果摊退较紧啦。对啦，还较紧啦，速度较紧啦。唔免去远啊慢啦，哈。嘿。好。一般较紧啦。好啦，啊来听歌啊。好啦，好，谢谢。啊，听歌嘿。好，拜拜。啊，我们来食饭啊嘿。好啦，食饭配歌啊，就是咯。食饭配歌。好。谢喏。好，拜拜哟，拜拜。配拜拜，来阿舅妈妈。哎，阿舅妈妈，你好，你好，你好，阿英啊，你好，英家水，沙头水你，你好，你好，打的，打拢水，打拢水，哎，打拢水哦，赞哦，赞哦，你问好哦，可能看会紧张啦，看到外好的，阿英啊，愈来愈水啊，咱青春哦，愈来愈水咩，啊，高水，都我拄则讲的，身体够健康，心情袂紧张，就是水，嘿，对对对。精神的春风化冰凉，没无搞未来。对，所以办下看，我想开我店讲咧，食物件爱杂，啊，若买物件爱杂，看伫面呢啊。啊对，看咧面啊。哎，面啊咧吼，春风啊春风，对啦，春风就满面啦。哎呀，老师今日嘛盖春风啊，系啊。我老师愈来嘛愈水哦。对啊，无啦，都日出这搬这搬啦。这个迄个好啥片头吧，水啊，今麦嘛要啊水未。剃头，剃指甲树，拢袂老啊！做人爱乐观，你是？剃头，我想剃头。好，那个你问好啦。哎呀，老师包水啊！老师讲你叫伊去剃头啦。安尼哦。剃头，听成剃头。剃头呀，真水啊！谢谢，好啦，谢谢。你都走路香哦。好啦，谢谢啦，谢谢啦。好啦，等下咱夹一支，互你乌乌的，耳孔白白的啦。我这脱掉的。好啦，来，美丽啊，阿姐你好。喂。苏老师好，帅哥好，帅哥你好，你好。苏老师，你哪敢那较瘦哦？我都较欠啦，最近较唔敢吃哩。安尼哦，最近无啦，最近吼有较侪淡薄啊，啊大咧烦恼啦，烦恼讲这唔知变哪支出，变哪分配安尼啦。安尼哦，热天哦，热啦热啦，因为我有听风声啦，讲安尼有走一个什么什么诶什么啊做。那边那讲意外之灾，哦，安尼哦，蛮不顺，蛮爱国强梗，哎，对啊，偏财爱讲偏财，未使讲意外之灾，爱讲来了一条偏财，咁是。我讲你讲啊，拢唔对啦。哦，安尼哦，咱唔免讲遐啦。哦，因为偏财一生挂掉。不是呢，我意思讲偏财的意外啦。
平常就去买大乐透就对了。对对对，咱就卖讲诶。哦哦哟哟，因为我钓有钓，也钓唔啥物啦。无啦，爱一个人去讲笑诶啦，就是啊，你卖成真啦。我讲是啦，你搁成真诶。我钓买一百块啦，买一百块。恭喜恭喜恭喜！安尼迄袂使等，我来请哦。迄袂使等。钓2000块啦，钓2000块啦。啊，啊未歹哦。2000块。这等于讲讲搁加一个零。讲讲意外之财对啦。没什么意外之财，一讲偏财，偏财，对啦，偏财对啦，系啦。嘿，啊，我嘛都想要偏财，我若去买一百零八拢袂少啊。我逐礼拜买呢。真的假？安尼哦，逐礼拜买。我你到处袂少哦。到处不少，因为做公益的啊。哎，咧做公益对啦，系啦，系啦。哦，安尼哦。啊，我拢一半摆啦，那讲终于钓到啊。我若去银行邮局看到人咧卖，我就敢买一百零八。要甲你感谢你啦。你笑一笑，我可以。好啊。但是我看无到。一顶礼拜唱的呢？我讲你看无着，看无着，你 YouTube 吹到我啦，去 YouTube 吹到我。有，谢谢，谢谢，感谢你。好 ，OK 啊。哎，好，再来啊。好，谢谢你，谢谢，祝福你们两位，好，谢谢，拜拜，祝福你们健康快乐，谢谢，拜拜。哦，做个广告位哈，来了呢，马姐。马姐，马姐到站啊。哦，你逐礼拜拢两个拢穿遐水哦。哎，感谢妹妹啦！是啊，妹妹给咱提供水衫给咱穿。啊，所以你给咱穿的俩哦，足水。今天较高尚，因为我有讲过，我要教苏老师做节目，一定拢拣衫度上个水的、上个高级的、气质上好的，你也给穿。系啊，嘿，真好讲话。真的啊，对，系啊，我改改做。配料拢足好看。嗯，系啊，对，感谢你的鼓励，安尼你有眼光。什么有眼光？伊个目睭看中眼啊！吼，伊个目睭看中眼。你特怕咱看落到遮讲，安尼你看了有清楚哦？台北看来到遮个看眼遮边，我目睭都好个啊！啊，我知，我有听老师讲，你讲你唔免去看眼科，敢唔是？我唔免，我1.2咧。哦，安尼，啊，你远视莫怪你台北看落到遮。1.2无简单嘞，1.2算标准嘞。你是中立啊？中立无到台北。1.2最标准的啊。嘿，弯西啊啦，1.2弯西啊，1.0才标准的啦。无，1.2是标准的。安尼哦，嘿，安尼不怪你拢看遐远嘞。嘿呀，看远无要紧，卖共看太贵就好啦。对吧？哦，妹妹姐，你的歌足好听嘞。啊，我拢当暗吼，听来就困去，听到困去。啊，伊就要让咱好困眠啊。催眠曲呢？嘿啦，你听，你啊听，无意中就困去啊。嘿呀，啊听听就困去啊。你若歹困吼。啊，即摆呐，那观众爱听吼，啊，就爱出卡手啊。当然咯，对啦，你即摆讲安尼吼，嗯，顶礼拜我无讲老师伊某就上伊 CD 来，结果讲无几工，阮内底公司讲阿公，哎，用你阿个联络书老师哦，伊 CD 无啊，我就甲讲卡手话紧嘞，隔当讲是用假嘞，是佫假来嘞，真正厉害，我看你后工吼。拢爱用拖拉裤仔啦，用拖拉裤仔，真正大家，大家都听笑，都听笑，知影讲吼起来，甲咱歌单拢会上苏老师 CD 的歌，佮拢老歌足好听，哎，足好听哦，大家都爱出卡手都好听。啊，暗时若困袂去吼，到咧听听咧就困。对啊，听听就困去呢，真好困。伊伫遐唱啊，我就困去啊。哇，真好困，啊，你就是听咧困去。啊，他自动会停止啊。啊，对啊。伊就等你困去就停停下啦。哎呀，伊遐拢自动啊。啊，真好用哦。嘿，哎呀，迄若主人困，自动切掉。安尼哦。哦，我阁唔知有。啊，你若无计无去困，伊感觉袂掉啊，就你困。入面那伊就把你切掉去啊！哎呀，啊，这招袂歹。你冲啊！跟他说老师有呢，嘿，你咧冲啊！你咧冲啊！嘴酸啊，头，过你咧困过唱来听。那都无在听嘛。啊，内底两袋呢？对啊，一袋 CD 内底两袋呢？两袋呢？嘿啊，几几多钱呢？大碗搁满钱呢？哦，我十首歌拢足好听，吟呢。哇，你对着胃头到尾，你讲这句上好听啦。正经的呀，好，我上爱听迄一卡破皮箱啊，有够好听。迄卡皮箱搁低的，你感觉？哎，那像第三首啊，第四首哦。我是唔知第四首。不，第四首唔是，我有听。是是。嘿啦，是第四首一卡破皮箱啦。你要相信人家，伊又记起来啦。啊，你哦。啊，第二首是第二首是李伯基呀。哦，我敢有听一个听头啊几首安尼啦。嗯。你可能，可是他那有第一集、第二集啊。啊，我可能，啊，但是伊个歌无重复啊。第二集的第一首是我听过，我听第一集的。伊个规套吼，拢总五集个开几十万的迄落演奏费的。哦。完了，完了，完了。对啊，音乐佫无同款，足好听。即我几年，即几年就赚的钱拢落年内底，你敢知？所以拢吼靠迄落
演歌迄款的音乐有无？所以大家拢请早请的琴师偌贵呢？迄伫咱台湾县，咱台湾上出名的琴师呢？嘿，足好听。但啊，迄个演奏就开提几十万年，你敢知？所以咱电视前的妈妈、爸爸拢来下咧。大家吼，怎样讲？要爱你的 CD， 拢要赶紧来打电话起来。爱紧开出卡手咩？有等下，等下，赶快有紧啊！去赶快广告迄段时间啦，起来拢总有嘿。啊，我吼，我甲你讲歹势吼，我甲你讲讲咧，我要来去喝喜酒哈。好啦。嚼饱哈，嚼饱哈，嚼完的粉，嚼完的粉哈。好啊，哈。哇，人阮朋友因结因迄个结错结错，好。好，啊，祝福一下哈，祝福一下哈。OK， 拜拜。大天王，祝福一下哈。好，谢谢。好。来，咱的素金好姐妹。好来，咱的大大姐哦。你好，你好，你好。啊，我是真爱听你的音乐，我是听无啦。好，拢听音乐，音乐走得足好个呀。声吼，足好听，真正啊，加烟斗呢，多了不加烟斗呢。无烟啊，二处二处啦。哎呦，无得吹啦，加烟斗呢。你拢讲好话，讲话拢欢喜个啊。熟悉啦，熟悉啦。你唔是咧，今日我未播人啦。咱讲实话，囡仔辈是算袂歹啦。啊，那即摆食老啊来就。没啦没啦，那食老有咱老是食老，进来烟斗才有好。啊！但囡仔陪咱就凊彩拍都有，哎，迄种算讲价值啦，就是这个才有价值啦。好安尼呢，较早囡仔陪算无价值啦。哎呀，就是安尼。啊，我要讲，所以拄只爱讲食老才是价值呢。嘿，我要讲阮这素英啦。唔知安怎看，安怎看都安怎水。都安怎你倒咧看嘛水，坐咧看嘛水。哎，坐咧看嘛水，我徛咧看嘛水。看嘛水。你个倒头仔咧看嘛是水。嘿，对，个倒边边间嘛是水。我只要再翘来翘去就水啦。唔啦，阿姐，我即马要坐安尼边咧为餐边看咧。安尼真水，真水，我聊太阔。安尼水，哎，头发水。你都倒头仔嘛水啦。哎，真正讲诶，阮素英唔知呐。那这水你也知，我拢点点，和恁讲。哎，有影那是真正的啦。水到无依无食，咱都是。弟，阮姊也素英哦，啊，伊是即马是爱做外销，卖素英啦。啊，你业咧重个啦，当名啦吼，好当名哦。嘿，伊个阿姐是素英，阿迄个亲阿姐素英，这个阿姐，这个素英是小妹啦。嘿，妹妹，啊，真正啦，这个有影有水。有影，了，拄只我都讲过啊。啊，系啊，我坐袂住啊，你水甲无跳起来，水甲这是我水甲这个都跳过了，对啦。真正，水甲就要甲喊落来。嘿啦嘿啦。嘿啦。好啦好啦，那你来一个啦哈。你是咧欧罗安尼咩？哎，足水足水。好啦好啦好啦。跟他笑，我都骂人啦。笑啦，我老夫人有影有烟斗啦。啊好，拜拜吼，伊生意兴旺啊。听袂落呀啦，听袂落呀。来哦，咱的这位。我都搞无依无食。阿拉啊，阿兄，还是阿嫂，魏大哥，魏大嫂。是魏大嫂。好，魏大嫂你好，欢迎你。你好，你好。嘿，你两个主持人好。系我阿英，我叫做阿英，叫做金黄老师。你去领衫盖，等爬起来，我看卖咧。哦，会啦，无要紧，嘿啊，拄只都有介绍啊，来个徛一间，互你看一下，好无？好啊，好啊。是的，好 ，OK， 安尼有看到无？好，安尼短短啦，哦，谢谢咱的导播，我甲揉来就是安尼先，哈，好，谢谢妹妹，你甲看去问哈，谢谢，好好，拜拜，好，谢谢你，来，我安尼的金香好姐妹博对呀哈，来，玉雄大哥大嫂你好，来哦，嘿，贵大叔呢，嘿，安安，金毛啊哈，哟，你好你好，我是伟阿哥，哦，阿哥你呢，安尼嘛爱叫你阿哥呢。阿哥你好，阿英哥你好，你好你好，谢谢阿哥的俄罗，都只来讲都俄罗狗尾尾上你，哎呀，俄罗狗啊尾嘴翘起来怎坐袂掉，你有看，都只尾翘起来另外哦，金毛啊，我你的片啊我收到，安尼好，啊，都只你甲阮顾大啦哈，谢谢哈，谢谢，多谢你啦，好，谢谢，谢谢，啊，金毛你好。你好，大家好，阿哥，谢谢你，谢谢谢谢，老家水哈，好，谢谢你，等下请你听歌哈，好，拜拜，谢谢谢谢哈，来阿宽妈妈，喂，林妈不，喂，你好，你好，阿英，你家嘞，你家嘞，嘿，你宽迎啊你。哎呀，大都看嘞，啊，一大。哎呀，唔是住恁隔壁呢，呢。啊。食饱拢用用啦。用啊，唔是恁隔壁呢。食饱拢用用啊啦。对啦，我做阿英啊，打退伍尔嘛。有来个阿英啊，娶因某做代子啊，所以英英没代子。啊，对啦，英英没代子，对啦。哎呀，喂，你家。有听到？阿哥钓嘞。
好，今天还叫我故意啊哈。啊好啊，你得挂那个挂掉呢。我一定天天会见你呢。有啦，挂挂做，挂挂做好势，挂挂做好势。啊。阿母啊，你的笑声哪呢？啊，我都爱笑啦。是好听还是不好听？啊！你讲要讲足恐怖的，我是好听无听？我看你两个看得很笑。哦，哎，安尼笑话较古锥的声咧，嘿，笑话较好听。欢喜啊！这咱呢，当做节目做到咱这时代，还欢喜干呢？咱感觉足光的，足光的。看，烦恼拢无去啊！嗯，哎，对啦，头发水的，老烟斗的咧。是啊，啊，你看到这烟斗的笑声，就爱较迷人的，莫笑到遐恐怖的声。这都唱好听啦，这都主人声好了，这主人声较好了。好，无啦，我看你，看你两个看了太笑了。哎，看这部就是要咱笑的，无看这部若无笑要安怎？那就免看嘿。对，我咪袂使好了吼。心情来轻松，人讲吼，起码一样啊，就笑啦，哈，对吧？嘿，是。心情放到轻松啦，嘿，对。哎呀，太水了，想要建立来搞掉。先立下番了，安尼我唔是人就无正常安尼。无影啦，哎，你白胖我了，得甲你看了。哦，白胖嘛有哦。哎，我不甲你看因俩，我给你看。安尼我代班哦。啊，我讲，我只我看冇看你，冇看你，你看嘛阿红啊。安尼咱再结缘的吼，嗯，安尼妈，我顺便甲你讲，我明仔载拜一休困，拜二我伫办公室两点听电话尔，拜三我做透早八点，星期三我做早时八点哦，你爱看爱起来也袂使困咯。没，我明仔载我休困啦。我要看重播啦，你明仔载六点起来看重播好。啊，咱顺便听看你的唱声。你又无诶，你敢叫我甲顾咧命啦？我有准备啊，我无啦。没啦。好啦，咱听看卖吼。好啦。好，谢谢你啦，诶，没人的笑声吼，好，拜拜。好来，哦，我没人的笑声，搁一声来，徐妈妈。来。欢迎，欢迎，我过来看下咧。我有看你过来登。我看到你上节目咧，好，服务咧，妈妈服务咧，笑笑咧。没啦，嘿，我看到恁在讲恁两个。帅哥美女，我都爱甲你看啊！好啊，啊你我有准时来甲你看咧，好，我拍三通啊咧。好啊，啊都只电话较济啦。嗯，感谢你啊，你爸爸都开心。好，我得甲你讲谢谢啦，你唱歌我听会感恩啦。咱今晚等下过来听苏老师唱歌。谢谢啦，感谢你拢不气嫌啦。好，未啦，恁两个哦，我咧主持哦，我咧坐到遮，也未食饭咧，甲恁看。啊，你都爱食，唔通干那顾看呢？无，安那食安那看呢？我今仔食素食咧，我等下出来外口买一个干的。哦，今仔十五，今仔十五，嘿，对对。啊，你特别的机关呢？因为我做员呢，我就看到节目就开始啊，无以前我唔捌咧看呢，较旧几年啊，年。谢谢，下缘啦。谢谢，啊，甲你结缘了后，怎？哎呦，怎阿英嘛无意思，怎那念歌甲你念掉咧，安尼咁好。阿英怎说？阿英是我的小妹呢，我小妹嘛说阿英咧。哦，就是安尼哈。好，你甲我当作妹妹听，谢谢你。啦，谢谢。啊，我来看到就感足欢喜的，就对啦。你个个帅哥安尼哈。谢谢。好，拢甲我念咧哈。好，谢谢。来听。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哈，再见。谢谢。好，来，咱今麦就来听歌哈。好嘞。歌等下再个开讲。是，足有用。第一条安排就是咱志涵。阿母讲住嘉义市啦，我有印象吼，伊讲住咧博爱路啦哈，志扬，安尼博爱桥落去尔咯，啊对，你博爱桥哪知影呢？啊，我嘉义人啊，我拢在出钱嘛。你住桥开啊？无啦，我住伫个南靖街啦，我无住伫个博爱路卡，我弟弟住伫博爱路过去，我过迄个文化路遐啦。好，文化路夜市啊遐。无，即卖小太对面遐呢。安尼呢？好来，伊讲要听一条上海回来的旅途啊。好。来，邀请朋友坐过来哈，来老左。見つめていた浜のキャバレーにいた風の噂はリル上海帰りのリルリル甘い切ない
思い出だけを胸にたぐって探して歩く。リールリールどこにいるのかリール、誰かリールを知らないか。好嘞，感谢好朋友伫咧甲咱鼓励拍鼓啊！哦，多谢你个祝福，多么值得。黒いドレスを見た、泣いていたのを見た。戻れこの手にリール、上海帰りのリルリル、夢の巣窓の霧降る中で、何も言わずに別れた瞳。リルリル、一人さまよりる、誰かリルを知らないか。海を渡ってきた、一人ぼっちで来た。望み捨てるなりる、上海帰りのリルリル、暗い定めは二人で分けて、共に暮らそう昔のままで。リルリル、今日も会えないリル、誰かリルを知らないか。好，谢谢上海来丽茹，上海来的喏，你讲日语啦，我讲台语较顺啦。上海来丽茹，文学生的唱的歌，安尼哦，系啊，哦，较早，我伫节目捌唱过一届。因为有人点嘿，这种歌确实真正，啊，足好听。恁有哪听哪好听？对，这种歌。啊，先啊，我定来讲吼，讲先啊，爱听台语老歌的人，日本歌你听下，因为迄个共线路的。对，共迄个曲啊，啊，台语歌足侪拢讲是日本歌来的，共迄个系统的啊。对对，啊，老师，拄只咱的这个好朋友咧讲，老师咧唱，虽然歌词听无，但是听音乐都听，每落哩足欢喜。最主要一年呢，咱讲实在话，一年哦，点歌机啊，唱片公司炒到我拢有熟啦。嗯嗯。你像点将家啦，金嗓的啦。哦，啊，你啊做过北京的，我即马向广播哦，梅华啦，足济好无？哦，包括方言的啊，我拢足熟的啊。但是咱讲良心话啦，全省啊，若要照上赞的，会点即个点歌要照上赞的，就是音乐的。好，安尼。这无迄落无好笑的啦。讲良心话啦。哦，咱其他音乐的歌嘛较棒。咱其他公司哦，咱好比你倒听着我安尼讲，你蛮生气。哦，因为陆陆续续一直增加足济足多歌，尤其是老歌。尤其我怎么讲哦，你详细听吼。好。咱好爱好，咱的好朋友，咱相信你出来底用音乐的拢有音乐的嘛哈。咱一般爱唱歌的人有啦，几乎啦，规个市场拢音乐的。我会记得以前游览车顶嘛拢音乐的。真嘛同款啊，嘿，拢音乐。真专线所有游览车大大都音乐的啊。好，咱也不是咧广告啦，替音乐人广告啦。哦哦，但是哦，但是伊的缺点就是日本歌较少。
哦，日本感觉这是实在话。安尼爱甲老板讲加减，无我有甲提供几啊十条，拢迄个日本名曲。嗯嗯，一个月开始就出来。拢流行的，对对对。一个月先出一条做他人船啦。嗯嗯，他人船呢？嗯，哦，其实这个一个月，伊就一个月出一届嘛，哈，一个月就先出一条，我提供作者，好好，拢好听，大家认认认呢。安尼，等下咱的好朋友若有时间来点歌，即马点的，咱吉安若有的老师在当唱，对对对，吉安若无就无法到哈。好，谢谢你哦，嘿，刚。咱即卖听完这首啊，做上海回来的李露啊，哈，咱再稍微安排这条歌，做苦尽甘辛哦，哈呐。好，要搁刷歌遐。对。好，啊，咱要甲好朋友，这条歌咱都好朋友拢熟悉的。嘿嘿，这条我嘛甲解台语的啊。好好，讲要去做你去啊。好，好，这是。啊，你卖讲悠条条就对啦。小凤仙这个主唱啊，哈。嗯。啊，咱要介绍这条歌吼。嗯。这个枯枝那是哪花呐？是一种花的名。嗯。好，什么花？栀子花，因为我讲国语都未顺，你未顺。栀子花。哟。栀，哪一个栀？手机的机，机乌阿兹的机，手机的机。啊，那有花啊！哎呦，咱导播真的都用心，咱讲实在的。咱导播都用心的，来谢谢导播，我给你拍拍手，咱的观众也拍拍手。啊，你的手唔得莫砸掉嘞，栀子花。你砸嘞，人都看无啊。这栀子。无啦，栀子花。栀子花，好油啊花，好啦阿花啊啦，嘿啦。啊，这种花什么花呢？这种较早种啊。嘿啊，这栀子花。这种花吼，我甲咱好朋友介绍，因为我亲，我阿公吼，嗯，较早有种，我然后去到阿水了。哦，你有阿有钓咧？嘿，对对，所以我就要介绍这类花。好好，你讲。这类花叫做枯枝那是，枯枝那是。啊，你有那读字字较明啦。嘿啦，因为讲国语，咱讲，阮老较早，阮老师做韩文，教无好势。教你教无出世，教无好势，就表示老师韩文。哦哦。这栀子花。这种花就是你泥料咧用的啦。好来，泥料咧做色的啦。嘿，咱台湾个做黄芪啊花就是这啦。哦，黄芪花就做黄色的泥料，黄色的。嘿，起咯。伊的啥物色，就你啥物色啊？那种。对，啊伊呢是伊开白花。啊，就你白啊那样。好，白没你啊。不是，你听我讲。好好。你一定要详细听我讲，你才会知。好。哈。这白色花吼，伊开啊到会变黄色的。啊？嘿。打开是白色的。有呢，老师，你即马讲，你甲看，伊花心了有小块黄黄的，对啊，伊开久了变黄的啊。所以呢，我这个亲身哦，我亲身捌种，不是种过，我阿水过，我阿公种的。啊，你有啊？我阿到阿水。你有看到迄现品的对？对对对，我亲身有捌看过吼。你才知黄的。对，伊这花大兴是开白，嗯，啊，到尾就变黄色的。嗯，啊，这种是染料咧用的，你黄色的黄色染料咧用的。嘿，哦，这黄芪啊花，咱台湾来讲，这黄芪啊花就是这。哦、啊，这条歌吼，就是咧描写讲，因新来的人，就是亲像这朵花安尼，遐尔啊水。嗯嗯嗯。啊，就是咧描写呐。啊，不过尾也变质地啊。啊，但是愈黄愈水呢。哦，愈黄愈水。伊个就是讲，白色变黄色啊。食愈老愈水。哦。就像你安尼，你是还袂老啦？咱讲是啊，都老些老水啦。啊，你听在讲讲话。唔是，我光线靠长啊，无你困在到地吼。哦，你转弯弯了有够紧。我爱你哦，出错哦。对对对，出错啊！你实际上你嘛还袂老啊？你是较侪岁淡薄安尼。哦，安尼哦，啊，弯东百岁就对啦，我硬拗的就对啦。好啦，啊，你做你讲啦，做你讲。高个就变黄色，啊，就作水的花啊。哦，好啦，介绍花，唔好介绍，我再来啦。啊，新马人亲像这朵花安尼啊。哦哦哦，这就是咱的。由太太你点播点播的歌哈，啊，邀请好朋友出来欣赏啊。来，每一首都好呀。哎，无连续两条好。连续两首歌拢好听。十八路咱的蔡大姐点的。安尼哟。连续两条哈，咱十八路就无介绍啦哈。嗯嗯嗯。好啦，邀请好朋友出来，来落座。蓝调蓝调，你我梦，马我如何落？夜色的，夜色的大，我买的乌鸦衫。枯枝那是那花那，花那香里啊。旅人の果てまでついてくる枯枝なしの白い花お前の
ような花だった わがまま言っては困らせた子供みたいなあの日のお前口なしの雨の代われが今でも心を締め付ける口なしの白い花お前のような花だった小さな幸せそれさえも捨ててしまった自分の手から口なしの花を見るたび寂しい笑顔がまた浮かぶ口なしの白い花お前のような花だったシェシェロマラガトサルキアンバイオキュキュスバル咱的蔡大姐点播的歌哦，邀请好朋友共同欣赏哈，多做期待看赛呢。目を閉じて何も見えず。悲しくて目を開ければ荒野に向かう道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ああ砕け散る定めの星たちよせめてこの身を照らせよ我は行く青白き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すばるよ胸の中木枯らしは泣き続けるされどは胸は熱く夢を追い続けるなりああさんざめく名もなき星たちよせめて鮮やかにこの身を終われよ我も行く
心の命ずるままに我は行く、さらばすばるよ。この道を、いつの日か誰かがこの道を我へ行く、青白き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すばるよ。我真爱拍拍手。啊，咱讲实在，莫怪讲拄食，咱的妈姐讲听甲困呢，真正听甲忙叔叔。现在即卖意思是啊，但是你即卖，过但是就较歹哦。我即卖要讲，你咧讲工课路的时阵，莫讲但是，吼，但是当困到后壁较讲无要紧。你讲俄罗后壁佫画一句但是哦，哎，就等于啥你干嘛？打一半的折扣，千五十分。我惊我这边物件有够水，有够，我惊看物件有够水的，有够。都有价值观的但是哦，我就无买你，我就无赚钱出来。所以我。站一个讲，但是就是爱听袂开。但是就是美中不足，这。不，不是。啊、我即卖意思是讲吼，你若听甲会困去、表示好现象。但是，就是伫迄个眠床顶咧听。但是你若伫客厅，就唔通伫遐困。迄睡姿都歹看，拢叫人看去。就趴咧困就好啊。嘿，迄无同款，所以我。站一个买句有原因的，你我要听几套的啦。林刚，你讲俄罗斯，但是袂使讲。好安尼哦。袂用得讲。袂用得讲啊！好，你吼够水的，这衫哦，安尼看起做买人的，但是哦，我破空啦，无啦，破一空啦。没有，我袂安尼讲，好，你的衫做水的啦，做水的，但是都唔是我的。好安尼，我会安尼讲。啊，你熬了，咱讲是啦，熬了做水，这句话熬了。但是我的心肝就是真正安尼想，我袂甲你讲话，讲你的衫做水的破空，我会讲，好，你的衫有够水啦，但是拿来给我穿，还佫较水啦。但是林刚，林刚，你讲俄罗斯其实吼。学了几句吼，迄后壁单词慢只讲嘞。吼，安尼哦。但是当下较讲了。是，我听你教示吼。唔爱讲教示啦。指点的，指示的。你讲啊，讲教示，你安尼做我算无大无细呢。无啦，迄叫做教育啊，教育啊。是安尼讲。哎呀，啊，都互相知识上交流啦。爸爸妈妈，你若早起来甲阮讲，阮知讲互你听。啊，那日本这个日本语的就对啦吼，日语啊吼，日语话，咱的这老师啊。日语上，讲到日语吼，等下吼，咱有一条歌吼，我会，够故事，会甲恁解说迄个由来吼。好好，啊，咱好比你对日语有兴趣吼，嗯，等下吼，你上尾条。哦，今仔日的第五首上尾首。我来介绍迄个日本音嘛，我读安怎读。哦，好咯好咯，哦，这咱上爱哈。啊，这拄啊，因为拄啊。有机会，阿里后边讲，人较袂讲哦，买一条拖鞋，做个拖。好，安尼哦。系啦。啊，反正我等下放你后边呢哦。哦。啊，拄好利用时间来甲做一个解说安尼哦。嗯。咱爱锁定。系啦，后边你有兴趣就甲抄起安尼。好。啊，加减看无歹啦。好。好好。你一定爱锁定，袂使讲啊，今嘛半工要来困，还是今嘛要来创啥？哦，啊，你若走吼，好康的，你真正就得无着啊。这个上课无甲你收学费的呢。无啦。系啊。这是你。所以我拄则讲教育对啊。这就是拄则讲互相大家。啊。互相研究啦。是啊，所以你袂使讲好认定嘛，对无哈？好，你讲教育啦，你讲教育，我受动不起。咱讲实在，讲安尼有较。安尼你上客气。无要紧，你讲有较超过。好啦，啊，你讲我来学习啦，安尼啦哈，对无哈？客气的老师。大家互相研究啦哈。你甲看麦，我拄则咧讲老师唱歌真好听，有听到哈？
真正是忙叔叔，莫怪讲即届送互恁的 CD， 大家摕，大家咧听听，干嘛忙叔叔？哦啊，不管哪，你都暗时真正困袂起来，甲听这种歌曲，这种歌声，遮尔啊优美，陪伴你，绝对是帮助你好困。咱讲实在话啦，咱平常心讲啦。我送这个片哦。来，这歌唱也是不介好啦，但是内底歌真啊足好听。伊拄就介绍讲，迄演奏特别搁开偌济张类咧，你敢知？请专家，台湾省上出名的琴师呢。你敢来听迄，你就记得。演奏的呢。所以你若要爱。好，来，咱的这个老师讲的讲安那，无少重注就对了，无搁甲讲，伊就搁送来，无搁甲讲，伊就搁送来。你只要咱的这个广告时间上线起来，照顾着老师，照顾着咱的苏老师，甲照顾着阿英啊，甲阮听小拢总有，大家拢总有，无分大细汉吼，所以你爱把阿伯嘿，好，安尼咱今麦无就来进广告来请。为爱也是会两只，为你多变有人生，想着我。我记得爱人卡出啦，咱的谢小姐说点白歌，邀请别人出来欣赏哦。少年爱人卡兹拉哦，梦一季落。阿卡里萨达。私はあなたの娘、負けはしないと唇を種まく心に聞こえてきます、愛人カツラのあの歌が。お父さん、
路路远去的有大的好事，爱人卡出了一次马的谢谢，哎呦，我规句逐哎逐句拢听无，干听一句耳朵上听有俩。爱情卡住了，哎，每一次都爱情卡住了。好、哦，对，不是。哎，爱情卡住了，每一次都无讲。好、哦，对，这个跟我相关。所以我刚才讲吼，我甲这条歌甲爱情有小寡淡薄仔关系啦。好、哦，所以有唱到爱情卡住了。这个坎坷啦，阿里马斯哈，因为这条歌的意思就是讲。卡早一部电影嘛，做风险我嘛看过啊，是，啊做爱染鬼嘛，嗯，爱染，迄描写一个医生无，啊去爱到一个护士啊，嘿，就是咱台湾的版本叫做迄个青春悲剧，好好好，嘿，好、哦，就是青春悲剧哟，好、哦，就是温和悲剧，温和悲剧是跳落哦，哎，未使。啊！就青春悲剧，佮变困到有囡仔安尼。青春悲剧是有新的。哎呀，啊啊，都所以十集嘛变成温柔悲剧是跳落去的呢。啊，我拄则讲就是青春悲剧啦。老强勇哦，老强勇哦。啊，尾啊，就是变成伊唔认啊，唔认都爱跳落呀。迄袂使，是咱爱钢筋，啊，哪使唔钢筋？啊，都有诶，都食要死，食要死，食食拢唔留地址，哪有法度？佮讲可怜样子哦。所以目睭爱变多大类啊！对啦，对啦。哎，你这爱情的物件，我定下讲过啦。好。这有些东西要不可思议啦，嗯、有些东西不是你当控制的啦。嗯，这就是一种陷阱。嗯，亲像陷阱嘛，感情的物件都我迄间无讲任何代志拢像咧赌啊。嗯，婚姻嘛是咧赌，事业嘛是咧赌啊。对啦，结婚了一世人可以食穿，唔好坏办唔知。迄种等于咧赌啊，同款意思啊。所以人不赌是不成人。好、啊，赌久。不行人，多顾避啥？废人，哈、啊，迄就是，迄古早人讲啊，那有道理啊。对，所以我以前拢有讲台湾俗语，就是啊。系啊，迄人就是出事，就是咧赌啊呢。嗯。做头路嘛是咧赌呢，钱赚落啊，压落啊，但唔知做起未起，唔知呢。嗯。世间无咧稳赢呢。对啦，赌落去有成功诶嘛，有失败嘛，啊、嘛是拢有啦。有诶跌了掉赌，有诶跌了唔掉赌诶嘛拢有啦。啊，你感情诶物件怎歹讲呢？有些人啊，嘛是咧。嘛是咧播呢，哦哦、婚姻嘛代志，就是等于咧播同款嘛。是是是，你嫁了好人，就是多了掉，系啊，低了掉度。啊，你嫁了后悔啊，惨啊！啊，系啊，啊，就跋输伊啊。哦，安尼哦。好、啊，这感觉。没啦，我讲得到了后，两个好啊，经营拢稳赢的。安尼吼。嘿呀、啊，无迄个输的啦。啊，这条歌就是描写一个女性吼、哦，啊，出外去，爱定来回想着爸爸。总爱看一部电影，怀念一部爱情片的诶电影吼。啊，咱即摆伊即摆心肝底想，伊也要希望，伊心肝底在想，想讲希望会当搁再一次吼，来甲爸爸合唱这条做爱情片，这个意思对了。啊，做爱情卡出来无几多，就是安尼啦。哦，所以讲有迄个斗上就对了吼。系啦，咱台湾有一个迄个曾雅文，唔系迄个红白会，啊，即马无滴咧啊，啊，足可怜。这条歌原来算足去斗上咧吼。对对对。啊，所以这日本歌就是安尼啊，你唔知感觉无吼？日本歌若改做台语，用做好听，就是安尼来啊。因为这马讲起吼，我那回头等啦。因为咱台湾的唱，咱台湾的歌吼。咱台湾的这个做歌谣吼，历史无久啦。因为日本吼，咱台湾的歌开始当时开始的呢，为民国40几年开始的呢。光复以后，都慢到足久的啊！你因为迄阵有讲啊，我的资讯是安尼，是因为日本人管理下，咱袂使出头啦。啊，因为吼，这个日本的歌谣已经150年以上啊，历史久啊，较久啦。所以讲，唔只讲咱有脚步较慢一丝啦，啊，迄阵拢。只要日本歌若许多，咱若改台语拢丢啊，拢大许多啊！你看较早台语歌太好听嘞，即摆听来听去，你嘛是爱听老歌啊，对不？对。伊即摆流行歌拢走味啊嘛。嗯。吼，拢流行歌，即摆流行歌拢轻轻听一下，过来袂记哩啊，啊，过来就无去啊，所以冻无久。哎，拢冻无久，即摆新歌真正冻无久。啊，你甲听听嘞，较听较耐味嘛是老歌。嘛是老歌较好听，就是安尼来。好，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哈。是咱的谢小姐、谢大姐一款哈。系。啊！你若收到，再安讲一下，无咱今日拢无收到，讲有收到歌呢？好来，安尼无咱今日来甲开放电话，
大家来开讲破刀一个讲吼。哪点歌哪开讲嘛？无啦，你点歌唔是要放咧等咧，还是今晚要点歌？今晚点点咧，较规气啦吼，较规段路啦。好啦，较规气。来来来，咱的导播麻烦一个哈，谢谢咱的点歌的好朋友。你若拄只有咧讲要听歌，要爱什么歌？今晚是点歌时间咯。好。吼，啊，你着起来要点歌嘛好，起来开讲嘛好，拢总会使啦，综合的啦。好，来现场的电话551-3058。551-3058啦，要爱听一本歌，拢甲拍起，无要紧。好，一定爱加一个空哦。你包括咱老朋友嘛好啊，新朋友你拄则打切到尔嘛，当点嘛，拢会当点。是，只要你甲恁肯定，有无去嫌咱，拢会当点歌哈。好，好来，谢谢。咱开始来接嘛哈。OK， 来阿英晴，今天咱赶快美美哈，拄则不做一个介绍，美美哦嘿，阿英晴的拢美美提供来，咱这位。张大哥吗？你好，欢迎到江北山呢。好，半句话。刚刚唱一句，佮讲像阿咧听雷，我落也听无。好啦，这就听雷多啦，听雷多啦。欢迎到江北山，伊咧唱一句，我唱呢。对啊，伊就本我来唱对啊。苏老师，我听教你，我点一条迄个。那无亲亲啊，你敢唱啊？阿伯，阿伯，阿伯，应该是即几礼拜有啊。即几礼拜就有啊。即要丢啊！即要丢啊！对哦，对不起啊！不啦，你母亲节你刚唱的，哦，你哦，嘿，你刚提早给你唱的啦。哦，啊，无要紧，个人点的，个人点的哈。哦，好好。好，啊，你听有哦。好。好 ，OK， 今日来给你唱哦，嘿，今日来哦，吼。今日，今日多，今日多哈。系啦，系啦，来，咱的外娇啊，好姐妹你好。喂，外娇姐啊，你好。好，苏老师。好。喂，喂，家。你好。嘿，你好。你好，不，你好。嘿嘿，欢迎你。我是拢唔得甲你看啦。有啦，华山咧，华山咧。点歌啦。好，恁你来。我要点嘛做嘛助理咧，我要点迄个有讲奥米克斯的啦。有靠别的哦。谁你？日本人咧，奥米克斯的啦，我要爱一条啦。马助理啊。马助理都迄条，你靠过对条，迄个北斗三郎迄条呢？你嘛含饼嘛拢卖嘛有。无咧，我是讲马助理，敢那北斗三郎迄条呢？对啦，迄条嘛好，我再唱一条哦，安排一首哦，嘿。我真爱看人光，迄个一扎扎，一扎扎。我知，但是咱这都无看啦。咱无迄个片出来。咱这拢点歌机啊啦，拢点歌机啊，无同啊，无同。无同，含较早嘛，无同啊啦。嘿，你咧讲，迄是阮主唱人伊个片啊，叫啥？是 AV 啦 ，AV 的卡拉 OK 啦。好，好，谢谢。无啦，无啦，哎，今晚爱甲你唱，老师爱甲你唱。我只叫苏英阿伯跟。哈哈哈，还小，还安尼我爱绑一个迄落了，爱穿迄种迄落裤咧。我爱听什么歌啦？好啦好啦，我知我知，军歌都未唱是你。好啦，再给你拜哈。好，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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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咱来就位，哎，春英啊，这里好。春英，春英，春英，这里好。你好，你好，你好。好。哎，你在唱歌啊？安尼哦，啊，你听下下啦哈。对啦。啊，听下你讲什么点歌？安尼敢拍拍手。你要点歌无？伊咧做听众啦。好嘞，你。来做听众，哎，甲阮拍拍手哦。好，谢谢哈。啊，即马点歌时间哦。好，谢谢。来，咱的许妈妈。来，咱的郭阿母哟。哎，所以哦。喂，你讲。会当去点歌的了。来来来来来，谢谢。嘿，你我来讲你我点只单三五年好不？好。我捌听到伊唱足好听的啦，好好好，可以啊。无啦，我唱的是台语的，啊，即马。啊，这是基本日本歌呢。即马老师会唱日本的哦。好。啊，袂要紧，啊，迄个啊，但三五年袂当唱台语哦。你啊，台语的都爱阿英唱的。叫所以我唱你听啊。哦，叫阿英唱。有有有哈。啊，我该唱我台，好，我台班才甲你讲嘿。咱即盘拢是日本歌啦，咱即盘啦。好，系啊，系系，我台班才甲你讲哈。好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我不听这个，我听。好，拜见，拜见，好，谢谢。谢谢，咱这一本歌听气味的，听气味的就好。嘿，来，咱的碧莲好姐妹你好。啊，大家好，两个主持人好。好，主持人好，漂亮姐。唱的歌足好听。谢谢，你不客气啊。我逐礼拜拢有在听。好嘞。啊，我想要改点一条歌嘛，有啊无？你唱歌。有哪事？好，有啦。
有哪有哪有传播性诶？我知我知，啊，迄位你较早有点过啊吼？我较早有点过。啊，我迄拢唱起唱起啊，唱足久诶啊啦。啊，你这有播过啊？吓！哎呀，你若要搁点，老师练唱诶，你若要搁点未使，我是要甲你报告讲，我甲你唱起啊啦。啊，你若无无换调好吧？好啊好啊，来你讲。我咧看大江路唱诶。好。诶，大江路诶歌卡拉 OK 来无？点歌机也无？哦，点歌路。嘿，我有。去调无？啊，我调，我古换换调啦吼。二丁是土的。二丁是二丁是土的。好好，再给你找看卖嘞，好不好？这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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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OK， 好，安尼给你写起来，后刚再给你做安排哦。啊，你三十几号啊？我礼拜拢给你听。三十几号，你记啊，三十几号，三十号哈。好 ，OK， 好，谢谢谢谢。好，感恩来。好，别来，咱的这美丽啊，好姐妹你好。喂，你好，欢迎你。要请苏老师去修大阪无情，大阪西务吧。我大半无唱有，啊，但是迄个点歌机也唔知有，你讲点歌机啊？有啦有啦，你捌唱过吗？号码给我，上紧来。42529。哦，42529，然后号码存在好哩哈。啊，你上好，啊，上赞的哈。啊，那会给你摆，好，谢谢。好，来给我妈妈你好。啊，阿英啊，你好。好。啊，苏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啊啊。听你唱歌足欢喜的，看你足欢喜的。谢谢啊，你有咧听得欢喜。节目就是要把咱看了欢喜的啊，嘿。哎呀，你演足水。真的吗？大家拢互你学了噶咧。是是。不啦，体格水啊。体材水，体材水。啊，体材，体格足水的。咱大家嘴拢水心嘛，水拢丰富的。日本姐啊，你。日本妈妈。好，日本。我点的是有听我听到的。什么歌？你阿公。有好趁这时。哦，还没，还没，我有看到啦，我有看到啦。今我听无着拍摄。我已经看到，就是都要唱着啊。哦。我已经听到啦。最近的唱。有听到，就是有啊，都要有啊。我唔是你托啦，我是你。我知啦，爱托的话，紧托蛮应该啊。因为我有解教书，就是欠你啊。妈妈，接托带好啦，系啦，接托带好哈，好，谢谢谢谢。隔壁收到啊！好啦，谢谢哈。好，你生意兴旺。好啦，好，阿杜，谢谢。导播，谢谢。好啦，谢导播讲多谢啦。好，谢谢。那呢，婉容好姐妹你好。好来。婉容好姐妹你好。你好。庄老师你好。你好，阿英你好。好。你好。欢迎你。婉容啊，你要听什么歌？我平时我定个暂时唱啊，以前哦。好啦，来什么歌？乡村小姑娘。乡村小姑娘，日日夜吧。叫阿英来唱来听哦。要唱台语的日语的日语啦。乡村小姑娘日本歌，这什么歌？老师，我啦，什么歌名？我意思是什么歌名？啊，满秀姆斯美。啊，满秀姑娘，你哪？满秀姆斯美。好，我看你没事的 ，OK。好好，再给你登记哦哈。啊，你也三十岁啊，三十岁啊。谢谢，好，谢谢，好，登记好啊哈，好来，那你静文哈，你也何必是三十岁哈，起来哈。来，那你静文好姐妹，来静文。哎，我请教，我麻烦老师给他唱一条这《苹果追分》。哦，追分哈。哎，苹果追分。我知啦，我知哈。很古老的老歌，很好。古老有哈。OK， 谢谢哈，谢谢哈。哦，我卡足古拢卡袂去。啊，这是多米多。啊，你好。苏卡只给你卡多，今仔日卡通尔。啊，你还解恭喜啊！你出运啊！哈，解恭喜啊！辛苦你，辛苦你。所以讲卡电话都不使有接卡的有啦。从来都唔捌卡通的啦。三五万啊，三五万啊，哈。谢谢，谢谢。OK OK， 谢谢。来，咱来美满啊，这里哦。嘿，大英啊，你好。你好，你好。哦，你穿个领足水的呢。今天啥哈？美美的足水。我讲拄只穿个领。做钱嘛你。无啦，啊拄只一个阿姐讲伊要用请啊，去的呐。啊拄只穿个领足高贵，用请有哈。今天穿个嘛喜气洋洋。对啦对啦，因为今天办婚礼嘛。足水的足水的。啊，你着体格好，啊，搁气质好。对啦，对啦，啊！你讲话嘛真好呢。哎呦，你讲话嘴尖顶真好听。无呀，真的啊。无呀，是真的，讲无呀是真的啦。好啊，你啊。好啦。啊，陈太太，你要点歌无？你做听听。我最后点一条《后街人民兵》，还袂唱。还袂唱。好呢呢，好呢哦，我那有看到啊，有看到啊。阿松啊吼，你甲唱的中哦，感觉阿松哦，足无时间的，无闲好卡你啊。哦。你讲话你讲你哦。时间的。哎呀哎呀，好好。我看到你两个主持啊。谢谢哈，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哈。系啊，唱的歌，好啊，继续收看哦。系啊，我嘛拢爱听老歌，真好。老歌都做有味的，你听到哪听哪有味啊？哈。来，好来哈。好，拜拜，拜拜，谢谢。来，咱的陈妈妈你好。好。
陈妈妈，阿妈，陈妈妈哟，我刚接到是吗？我接到，今晚晚你有，嘿，好好。哦，周老师，你好，你好，你好。阿弟，你要听什么歌？我要听，哈多瓦卡达奇。哈多瓦卡达奇哟，我知，我知。我知道，我看你冇识打，给你写好啊，你给你登记。好，那个叫做码头气质啦，码头气质啦哈。哎，啊，码头小白。好，码头气质啦，不是小白啦，叫做码头气质啦。哦，气质。好，谢谢，谢谢哦。好啦，我给你写好啊。啊，你后背三六啊，三六啊，哈。好来，谢谢咱的淑清。哎，嘿，你好。好，你等只久，拍摄。我足久就给你见面陪牛，你咪知，总不该。今年哪仔嘛看到啊呢？看到拢要唱，拢最近要唱。苏静，不是无甲你唱，是阿未摆到啦。阿未摆，因点歌人多呀。咱这弄百合尾啊，弄百合尾啊，哈。有啊，看到啊。好，刚才甲你唱哈。我满意。好，别紧。唱哈，最近会唱到啊。别紧，你会再讲，哎呦，我未听到了，你唔好讲，拢无甲你唱。当错，别紧，老师弄个定格招牌哈。啊，我闹行，我来甲你讲有行啊。是是是。好。OK， 有听了不？谢谢哈、啊。好，谢谢。来，咱的这个金庆兄的阿叔，庆哥啊你。苏老师你好。你好，庆哥啊你。我要点一个歌啊。阿叔呀、啊。你是庆叔还是庆哥啊？啊，阿叔啦，阿叔。阿叔你。我要点阿红的心声啦。你是陈妈妈呀，陈太太呀？随便啦、啊。你是陈太太是不？嗯是啊，啊无你单身生遐，哎，你查甫啦，查甫的啦，哎，查甫的，安尼你阿庆兄啦吼，阿庆啊吼，对啊，你查甫啊，啊，以为你足出名呀，啊，我去听好探听，你住在遮尔，你都住在遮尔，你住在咱岛内个家，我伫遮好探听啦，有啦，伊路车拢探听啦，哦，啊，你要听啥歌？点阿红的心声啦，阿红的心声一本歌咱上无哦，啊。咱家拢点一本歌哦，啊，若无就台语的老师作数的。你着做阿信的，有几多歌啦？那个台语的唱的啦，台语的啦，英雄的歌啦，我知啦。你搁改白首敢好？咱家拢一本歌啦，一本歌啊。好啊。好。啊，点看卖有就唱，无就免啦。一本歌有要紧无啦？一本歌啦。好啊。OK 哦。好，我安尼互你摆，互你主摆哈。OK OK 哈。好，谢谢，安尼有收到啊哈。来，阿金姐姐吗？好，姐妹你好。嘿。帅阳啊！啊，你家哦，你家有没有帅？有帅哈！邵老师啊，三岁的妹妹，三岁。邵老师，你等你妹。妹。邵老师，来，你刚唱一首那个叫啥？经常失败的人。好，你哪张？你哪张？你哪张能听那种歌啦？老师的歌。你听会晓听那种歌，算作来的呢。你逐条歌我拢在学呢。来，你拢逐天有在磨刀啊啦哈？无啊，甲做来，伊讲你做来咪吼，嘿。我甲阿英啊同款啦。好安尼哦，我无夜夜磨刀哦。拢伫边老师的边吼，拢伫磨刀。无啊，我无夜夜磨刀哦，伊就恐怖的哦。啊，你看，你看小龙嘛，无甲。来，你看。啊，你拜二三。你唔知。你拜二三。你看阿英啊，今麦愈来愈水呢，迄嘛是伫老师的边遐进步进步。对啊，你先听我讲者哈。你的号码是38的啊，三十八号的啦，号码三三十八号的啦，安尼较好记啊。阿妈对女性咩讲讲，安尼做敏感的啦。号码38的啦，三十八号的啦，哈，有听到哈？有无？第三名要开始发的就对啦，哈。即马你有啥讲有唱过无唱过就知影啦。好啦，三八三八，谢谢谢谢。来，咱秀气好姐妹你好，秀英苏老师你好，秀气啊你。我比较温情哦，苏英姐。哦好，温情，要给我唱，哎，温情，伊这是拢唱日本歌哦，咱这方是日本歌哦，哈，哎，点我给你唱，好，啊，你都爱看伊节目哦，吼，哎呀，温情啊，哎，你搞下这温情，上，讲这温情啊，最近唱的啊，我找看卖嘞，温情哦，嘿，我找看卖嘞哦，嘿，小六啊，有唱啦，最近唱的啦，好，我找看卖温情哈，好，你爱看，你爱看节目哦，哈，我会甲你，好，谢谢，谢谢啊，好，拜拜，来，咱嘞，宝莲啊，阿姐你好，宝莲姐啊，你好，你好，啊，邵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啊，我有甲你点条迄个爱秀的迄条站，我问念有念有未？唱去啊。已经听完了。那像两礼拜前哦，两礼拜前对。那像两礼拜前，我有印象哦，系啊。哦，系啊，啊你都你无滴，你都要交代区别级别给你道听。无要紧，别人替你听，你也敢发薪水给人咧咧，发工资。会使啊，会使，来。哦，就叫比如什么，
号の花が。什么会？落雨。落雨。花が。花が。不是落雨，一念一字。好，你字。念一字。我有话句。哈，念一字。一字，嘿，你句我讲袂清哦。我讲一字。你讲什么会？嗯，因为我迄个落啦，你一字落啦。好赖哦。哎，赖。石头啦，石头。好，好，也好。啊，罗哈那卡。你敢知影台语有无？这首歌。我唔知影，我台语。我叫你也知影台语歌，有你念台语念多嘛？我来用我拍电话，你问较详细，我甲电话来查个。我知影台语，我唔知台语。好，安尼哦，无要紧，安尼老师再佫甲你问个详细，因为老师你即马讲个伊听无，伊张头还袂沙着，唔知我对一首歌。沙无张，沙无张。头前是热啊，啊只雨。无要紧，无要紧，伊才甲你联络，好无哈？好好。嘿，才了解讲歌到底是对一首。谢谢谢谢。好 ，OK 啊。啊，无迄日本歌吼，迄日语的歌足多啊。啊，音若讲无准，就无讲。有诶，大气有诶，偌济富嘛拢有。嘿啦，好啦。我先快点甲你问啊，哈。好。谢谢谢谢，感谢你哦嘿。好，来，咱点播就收到这度，好是，咱就意思意思规条，安尼就好，因为吼，咱工收上济哦，欠上久嘛，较会落。已经一山平啊啦。对啊，啊，我著甲伊报号码啊，即摆拢有号码啊。你著知讲，哎，即我店的歌都几号三八的，啊，都即摆唱到三六的，啊，都搁两条都有啊哩。是是是。啊，对无哈。好，来，再来刷入去，嘛是过来听歌。咱即摆刷去安排这条歌，讲叫做《风声》。嗯，风声半夜的雨啦。吼。啊，所以讲，咱拄只讲着雨，我就要讲啊。嗯。哇，咱也兴趣个。加这个叫做草客，好、哦，这个雨吼有三种读法啦，嗯，雨，嗯，阿妹，系，对不？还是阿妹吼，阿妹，爱当去读啥？阿妈，阿妈，好，阿妈，好，你写起，好，阿哥当读乌乌，譬如讲乌去，嗯，台湾一七年失去个阿里马斯，台湾的一年有四季，嗯，好、哦，有雨季，乌去。会通读乌，会通读阿妹，会通读阿妈。阿去，唔，阿妈。阿妹。阿妹，阿个乌。乌。乌去。三个读法。阿妈是啥物种啊？读到阿妈呢？好。阿妈亚罗哩，避雨。避雨，避雨，避雨。迄个雨就读阿妈。嗯。有啊，但伊我有一首叫做避雨，避雨。嘿。啊，会通读阿妹。嗯。干那一日雨就读三音，为什么咱当读加三音呢？这得分音读甲信读，咱台湾话嘛同款呢，咱台湾嘛是两种读法呢，是，一种是读音，一种叫做口语音。好、哦，譬如讲我即摆讲一个例，咱台湾啦吼，恁家电话几？恁家电话号码几号？哦，阮家电话号码几号？啊，到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五啦，这叫做读音啦，好、哦，读出来，读的啦。嗯。啊，嘛当用口语音的，咱台湾分两种读法嘛，口语音。啊，就0800啦，255就迄个365啦，迄个做口语音啦。这两三是我那七八九站嘛，迄个做口语音。嗯。啊，嘛有种读音、读音。一二三四，我那七八九啊，我拄则讲三八嘞，三八三六三三七嘞，做读音啦。嗯。咱台湾嘛，同款两种读法啦。嗯。哦，读音用读的，啊，一种是口语音那种讲的。嗯。啊，都0800啦。啊，255365啦，嗯、这是这报电的是用读音来报的啦，无、嗯、用口语音啦，哈、嗯哦，啊，都0800255325，这都是读音啦。嗯、日本话嘛，同款啦，日本唔是讲读音是音读，就是照汉音来读的，啊，一种信读就是日本话。我讲安尼听，恁就听较有啊。那就咱地方的语言就对啦。唔是，喏，地方语言佮换地方个无同款，无同款。我再讲一个例就好，奥利路落车。哦叫做因的信徒，日本话就对了。嗯，阿妈他读个月下下车，奥利路就下车啊。啊，月下为什么他读月下？伊就是为咱中国的汉音来的啊。哦，下车就月下，嗯，就考好记啊。音别下别下。哈，对，迄个是音读啊。嗯，就读用读的，嗯、就像我拄则讲0800255325。嗯，好、哦，啊那信徒就是因日本话啦，嗯，因日本音，加咱。都加印度是跟咱中国有关系啊，因为日本的文化嘛是咱中国来的啊，好对吧？哈，是啊，所以就是分印度跟信度。月下下车，咱台湾来讲就落车嘛，落车嘿。好啊，国语就下车嘛，啊就变月下。嗯，啊，你要读奥利路嘛噻，奥利路就是日本话啊，嗯嗯，叫做信度。
分阴毒甲信毒，安尼咱和平就听较有啊、哦，对吧？哈。不是，我咧问你个，讲像咱台湾的迄种诶，都上去一个啥地方的语言，无同，无同款，地方的语言无同啊。好，好，好，谢谢。安尼咱。我再搁讲一个较简单的，咱听较有。嗯。阿里嘎多，谢谢，对不对？嗯。啊，那汉语叫做感谢，感谢。嗯。看下，看下，就改迄个感，迄个音的感。啊，对，迄就是咱中国的汉音啊。嗯嗯。哦，日本就用种这种种读法啦。好。安尼好，比我了解啊，哈。了解。安尼了解了后，你咧学字去足紧的啊。好，安尼吼。好，好，好。好，来。安尼这首歌应该搁唱嘞 ，OK 吗？时间嘞？你这首歌超几分钟？嗯。来来，咱个。两分八十八。